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叶静瑶，我今天要讲的是咕叽咕叽二姨呀，有三个人过了不久，他就滚了下去，然后呢，三只二姨说，你也不见得转，你还有尖尖的牙齿，你抓住他们。然后呢，他又讲一句话，就是和一个明天的三只小鸭鸭过来，然后呢，来玩跳水游戏，然后呢，他说幸的承诺，然后呢，他就把三个石头。然后呢吃下去，他牙齿全碎了，然后呢，牙齿都不见了，然后呢，他就嚼出来了，然后呢，世界上大英雄。谢谢大家，我的故事讲完了。很棒。